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一个燃脂的影片是，我们总共有四个动作，那我们会使用到的哑铃是三公斤。那在居家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比较轻的哑铃，那这种轻的哑铃其实可以来辅助我们做训练，会比徒手再更有效一点点。那我们在家不可能买一些比较重的器材，那三公斤应该大家都可以做到。那今天的影片总共有四个动作，每个动作执行二十秒，中间休息十秒钟。那我先为大家示范等等的四个动作，因为都是比较全身性有难度的。那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做一个，首先放在胸前，做一个前蹲上举，收举收举这样的一个动作。那第二个动作是一个，我们做一个哑铃的硬举上，接侧飞下，硬举侧飞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是我们的腹部训练，我们把手肘微弯，放在我们的头顶上方，脚悬空去做一个负重的一个 V 卷腹。OK。那下一个动作，我们来训练到我们的背部，还有我们的核心。做一个脚悬空，向后收起来我们的背部。以上四个动作组成我们的训练，四个动作，四个循环，总共八分钟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Thank you.
分钟的训练来达到一个更好的训练效果。